们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说哈，2x 比 3y 比 4z 是3比4比5，那么他问说 x 加 2y 比 3z 等于多少？好，啊这个的话哈，我就可以令哈 2x 等于 3k 了， 2x 哈等于 3k， 那我令 2x 等于 3k 的话， 3y 就等于 4k， 3y 呢就等于 4k 了，那 4G 就等于 5K， 4G 了哈，就等于 5K。 好，那 SYG 就等于多少？这个X 哈就等于二分之三 K， 啊 Y 就等于三分之四 K，G 的话哈是等于四分之五 K 啊。那我把它带进去 ，k 可以约掉，所以就剩下来把数字带进去，二分之三加二乘以 y 是三分之四，啊这个呢三 g 三乘以 g 是四分之五，哦，所以这样等于多少呢？这三分之八嘛，通完以后这是六分多少呢？九加八二十六，啊，这四分之，十五了。好，二得四，二三得六，这是二十五了。五三十五，五五二十五，三得九，九分之五二得十，所以等于九分之十。